幸福桥是和平的行善团第368座建在嘉义市。最近一定要做一班桥，一个李先生名单，这是我较早熟悉的朋友吼，啊，伊就讲遮有需要做一班桥，既然经过嘛，甲咱申请，啊，申请我来了，经过伊甲我说明，我才知影讲伊呐，这个所在的大概情形，伊呐遮吼本来。是一大片的一个休息啦，像是连规片拢是啦，哦。真感谢咱后面的行善团哦，来教阮姨奶啊，来教阮做这条桥，帮阮解决十外担来哦，这无路好过的困扰啦，嘿。啊，感谢阮前理事长吼，季坤良先生啊，把这土地提出来，帮阮大家使用，哦，啊，这是。这个行善团大家共同努力，啊，让这个桥安尼会当做个安尼，结束是结勇敢哦，啊，感谢这大家的拍拼，哦，真感谢。你拢一个季先生哦，提供出来啦，啊，要唱那边讲有千外号，我那边有千外号，千外号，啊，就是啊，过这条桥吼，在水太远啦，啊，爸爸水灾，因就规拢袂当出去。好，季先生，我拄只听因讲，遮桥头的地拢在管呢。哎，是啦，哇，真可贵。无啦，啊，都为着地方吼，做了啊地方的发展啊，我算相方面大家拢会有利啦。阮对遮地主吼来讲吼，遮交通较好啊，后盖遮较价值上会较悬。吼，阮是计划讲这沿啊社区后盖吼，车辆啊拢会当安尼，会当规个拢总通行。遮是咱嘉义市。从东北角的所在，我伫闽乡啊，德家哦，这个一个小庄头，啊，这庄头因为啊，真久拢无咧开发，啊，所以你看到遮个景色吼，拢是真荒野啊，无啥人咧搞，啊，所以真难得讲，阮规庄真合齐吼，啊，来甲这条路来开出来，会当通过规庄拢通会过吼，啊，路也好行，车也好行，吼。啊，这个伊那历史已经有要到250吨啊，因为阮遮有迄个奶子王的150吨的树啊，几枝树，啊，所以伫遮因为有社区援助，所以有这个伊那生态艺术协会的这个啊助力。那边上面还有住户是不是？这通到哪里？哦，那住户多一点的。这是通到哪里去？这座桥。那是阮社区内底，那是社区。首先来感谢咱和平的行善团吼，啊来真有这个义行吼，啊来甲咱这个社区做这个桥，吼，阮社区的获益真大呢啦。以前阿伯做桥，这边出入经营。哎呀，这出去不方便，较早阮来是细条桥，迄条山四尺外、四五尺呢吼，啊人会当安尼行过呢。啊，若较大的车吼，迄完全无条避开。啊，今麦在做这个桥安尼真快，真舒适。内底敢有人住伫内底？哦，有哦，这将来这安尼会当通过吼，一无通过安尼装伊吼，装伊安尼吼，流顶下去。虎头山是嘉义市后庄仔里一处的丘陵地，在历嘉义发展协会的推荐下，首创天然的冷泉水加生态保育，结合社区内百多年的奶子树王。甲百年古迹及老古厝，将历史文化提倡，大力推行社区改造。天在上，地在下，天地之间众神在做众神。今日咱和平德育神团在谢公老师的领导下，来到嘉义市宜兰这个虎头山遮，起着第368座幸福桥。今日咱准备一挂祭品，手举清香300，感谢上天赐咱造桥工程顺利，如期完成。啊，即卖咱来三鞠躬，感谢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。刚好摆嘛，点好摆起。对啦，点好刚好摆起，安尼摆起。刚刚有点个点嘛，点好摆起。三鞠躬，感谢上天，给咱造桥工程顺利。啊，叫黄市长高票当选。一鞠躬，二鞠躬，啊，三鞠躬，好。二一，点台。啊，好，看得很亲切。
宜兰社区每年举办奶鸡餐美食品尝会创意活动，非常的成功，归纳历届理事长全体社员的努力。除了早前介绍的景点外，还有景观台观望风光明媚的景色，恢复造景文化宣导，让外界刮目相看，来了解宜兰的内涵甲成就。谢谢，好，是，谢谢。三赞。对，我袂当出钱啦。对。啊，现在申请，咱着讲安排，都包包生西了，到山丘方便，不出去无方便。我们班长哈、哦，还有陈大姐、阿哥、姐姐，咱的和平的行善团的志工，还有咱这社区宜兰社区，咱的理事长，还有前理事长，还有姐姐宜兰社区的乡亲士大，咱的里长，还有关心咱的副里长、副里长、黄秋的黄议员。谢谢所有贵宾，所有好朋友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而且我们这里，我要特别感谢何明德老先生，都将快到咱的行政团的机啊，还有何明德老先生，伊的兄弟迄个呀，真正素人都怀念的，这就是一个典范。但是这典范嘛是爱大家人共同来努力。继续把这典范做落去，这才是咱家己的典范，对不对？嗯，政府做袂到的所在，真感谢民间，大家人做伙来做，大家人做伙来打拼，予咱嘉义市展现着丰富、精彩、多元的我们的文化。我觉得在这里，让我们觉得在在的看到了感动。那感谢咱在地，咱的立场，你的用心。那当然，这个地方虽然在比较偏远地区，我们也希望将来能够结合这里，我们一起再把它改善得更好。那我们也谢谢议会非常好的副议长邱副议长，他的用心，是不是啊？给咱客户一定拍一个拍好不好？谢谢谢谢，也感谢我们黄秋泽黄议员的关心，是不是也给他一个掌声？今天我们市政府的团队同仁也都来了，秘书长，还有我们的局处长也都来了。我嘛伫遮要特别感谢和平的行善团，那里伫南平有一个行家吊桥，现在已经是新的景点了，新的景点了，真的感谢。我呐特别看着迄个桥，真的充满了感谢。现在来到行府桥，每一座桥都是我们感恩的力量，民间的力量真正真大，是咱爱珍惜，这会办的，嘉义一定更好。谢谢大家，祝福大家，谢谢。本来阿伯做桥，阿伯是有路无？有路是会当步步行尔，嘿，会当步行。啊，即摆咱做诶了后盖吼，规个车要通行诶机会吼，会沟通吼，啊，后盖规个可能就拢会当通行安尼。管这大片的地，哇，真可贵。对啊，啊都，我那主要是行政团咯。